天饮呢，这是国宴西餐的一个代表作，它叫崩食客。崩食客，哎，它的特点呢，就是外面酥香，里边果酱那个清香和牛肉这个干香，浓香啊，浓香，哎，吃起来特别可口，特别好。我这道菜30年都没做了，今天又复刻出来。今天复刻了，曾经这一道菜呢，我接待过很多国家元首和这个外宾。你等会儿去，我把资料给拿来了。哎，好，还有资料呢。对，这是你这个北方大厦30年嘛？嗯。这个刊物啊。嗯。这有一个，接待阿尔巴尼亚。阿尔巴尼亚代表团，他就是领队的呢是穆罕默德谢胡。对。是周总理和李富春。啊，陪同。陪同，我们已经上了这道菜。这个小组子们说的决定是吧？哎呀妈呀！这赶上点菜单了，小组们看看这个菜单里边有这个什么崩食客呀，强烈要求做，我不能违背小组中的愿望啊！我今天就是奉献给大家了，我希望叫什么小组中们能给我来个什么三连。哎呀，还懂三连？哎，来个三连，我在这里头有礼了，感谢小组中们，让小组们学得开心，做得愉快。OK。孙家给我准备的不错呀，挺细致啊，准备的。洋葱、口蘑、牛肉馅、牛肉馅、牛肉也是选最好的。哎，牛上脑，牛上脑，我孙准备的很好。麦克雷斯，你整点我能听懂的啊，我听不明白。你能听懂俄语是吧？孙什么孙？达斯达利亚，达斯达利亚啥意思？再见。还没完事呢，先别再见啊。啊，口蘑已经烧好了啊！哎呀，这小工作给我准备的，简直我太满意了。哎，给它切成这个颗粒状就行啊。这个蘑菇呢，还需要口感啊，它不需要太细。咽含着烧，这就挺好。俄语，我们过去那个做菜，您说，小丽，你把萨什利克拿来。萨什利克啥呀？萨什利克是串好的串儿啊。那你要说师傅你说啥，那大嘴巴子是吧？加点底油了，色拉油，润油，热锅凉油，热锅凉油。哎呀，我这么大岁数我还很开心呐。怎么了？我有收获呀。我收获了这么多的小祖宗。小我天天跟小祖宗们在一起切磋玩，对，就是玩。好，洋葱爆香，爆香，牛肉。好嘞，我这是半斤牛肉啊。哎呀，半斤呢。好，用不了的用。谁说你愿意吃肉，多买点。哎呀，你这样做就对了。爷爷这辈子不得了，就想哎，就多吃点肉。没毛病，只要能爆香，这肉坚决不是事儿。这是炒馅儿啊！哎，这一定是炒啊，不是用生馅包啊，搞变色就行了，全部啊。是，口蘑。好嘞。加盐，两勺。加糖一勺。胡椒粉一勺。哎。咸盐胡椒面。哎，这是外国饭。加一片奶油。好嘞，这奶油在这里头就相当于味素了啊，调节味道。啊，而且包的时候它晾凉了，凝固还好包。小祖宗们，我们过去啊就叫惯了，都是奶油。这个啊，哎，其实呢，就是现在这个黄奶油呢，就是也是我们过去用的。对对，包油呗啊。哎哎，这，可以啊，我师爷啊。哎，好嘞。好啦，啊，出勺，面粉200克，也就是4两。对，这个酵母是三克。按正理说呢，它就是一次发酵呢，应该是5克。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俄式的这个面包的2次发酵和3次发酵，所以说我这个就减了，是3克。温水啊，不要太热，30-40度啊，30度左右就可以了。这面粉也是低筋的，哎，这个低筋的面粉啊，这个把这个酵母呢给它化开。嗯，一般做面包师爷是不是都用低筋面粉？哎，我们做面包都是低筋的。
就现在夏天也热，就发的很快啊。快，这个很快。俄式的。哎，俄罗斯的。看看，原因要合适了啊，把这个、一点点加啊，一点点加。做面包呢，最这个忌讳的是起筋。啊，哎，那就不行了，那是不可以的了。对，所以是用低筋的啊。哎，对。这个面呢，我们给它呢，给它抓完了之后啊，是这样。掐呀、啊。掐，掐完了这样叠。不是像中餐那样。哎，不是揉啊。哎，这都是技巧啊。加点面。哎，不要了。不要了。手上蘸点就行，我就是为了蘸手上的面。哎。哎，你是真想教会这些小祖宗吗？那我跟小祖宗啥关系啊？哎呀，哎呀，这小祖宗们，那在我眼里头，那真是我小祖宗。就是让他们得吃好。对呀，把这个面呢，给它掐完了以后，我这么叠，哎，完了，这么叠，哎，现在就基本上差不多了。啊，就放这儿。长起来，长它。发酵一下。哎，两倍大啊。好了，我就给它盖上盖吧。盖盖，我说行。这已经发酵半小时了啊，已经长得两倍大了。这道程序叫鼓酵子。啊，你们这个专业名词。这是一次发酵，我们二次就是采取二次发酵加料啊。先。黄油。黄油。这个具体多少克？完了，我就给毫无保留的打到屏幕上，告诉大家。让我亲爱的小祖宗们都学会，这一个鸡蛋啊，一个鸡蛋，加点奶啊，直接学到了，充分的给它抓匀就行了。抓匀，哎呀，这道主食啊，我这是没少给这些这个外宾做呀。啊，哎，也上过国宴啊，也上国宴。后来这个有些这个中央领导来啥的。他也都是愿吃西餐，俄式西餐啊，都知道，哈尔滨啊是俄式西餐做的最好的。他俄罗斯这个地点，你们叫苏联人民解体之前，他这个地点，他是属于那种高纬度寒地啊。寒地。对，嗯，所以说他接受这些东西呢，就是都是热量比较足的。对。有点高一点是吧？它御寒呢，吃这些东西啊。对了，来把面给我倒进去。这是三百克啊，三百克都倒，全倒啊，全倒。这样的话呢，也是先给它做成面碎，稍微干，再加点奶。好嘞，再给你倒点。OK， 好，我这个查了一下这个俄语啊，布什克就叫中国的这个馒头啊，啊，就是叠啊，不能揉。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个面的原因，太硬也不行。我看着你这个全按的程度啊，很软啊，很软。对，嗯、这个原因的程度就这样就好啊。OK， 好了。OK， 盖盖发酵，盖盖发酵，二次发酵又醒了，三十分钟，这面你看能不能？哎，你看这个，看软度。对。看到没有？我们现在就给它揪上劲儿，做成一个就这么大就行。那牛肉馅儿应该咸的好吃啊，咸的好。肉馅儿啊，肉馅儿，跟包包不一样哈、啊。哎呀，团在一起就行。哎，关键这个地方要肉馅儿在中间，对，不能偏。对，偏了。哎 ，OK。再来个甜的呗，这样。来个甜的，好 ，OK。不要太甜啊，现在。草莓果酱馅儿。对了。特殊风味儿啊。哎，捏。慢慢捏。好，这个那蓝莓果酱也行呗。蓝莓都行。是果酱，苹果果酱。可以。都行。OK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把它稍微摁一下啊，形成饼儿，到时候一砸就起来了，就是圆。现在呢，得醒十分钟，盖上保鲜膜，盖上，对，省着风干是吧？哎，对了，这个油温，啊，就这样，哎，冒小泡了，微微冒小泡啊，二成到三成，哎，也就这样。变大了现在？对呀、啊，那肯定它就长了。小火啊，小火。
这时候你看着没有，水质长它有点裂了，裂了赶紧翻啊。啊，那边又稍稍上点颜色了。对，你说一开始是大火，下里之后小火转小火，就是起油就是一开始小火了啊。你在下里小火的温度就降下去了。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。那个可不着急。其实它里边牛肉是不是已经是八成熟了？已经是八成熟了，它炸完了以后都有这么个印儿啊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印儿就是中间这道印儿，你看看还漂亮呢，这还漂亮。哎，你是咋判断它那个是熟？好了，有个秘密武器。好，上家务室。这筷子给削个尖儿啊，咱挑一个厚点的啊，就这个。嗯，这里边有点粘稠啊。这就没熟，没熟哈。哎，再翻个个，哎呀呵，这家伙。所以你们那边炸的时候也是这个颜色是吧？啊，就这个颜色。再探一下。再探一下。OK。探哪个？探这个。好嘞。稳准狠是吧？哎。快。完了呢，再转一下。转一下子。怎么样？没有了，没有台上那个粘面了啊！对，这就快好了，快好了。那的话，方哥，咱就要出勺了啊！现在这个大约是不是得有五六分钟？也就这样，最多是这些五六分钟啊。捂胳膊往袖子啊，就等着吃了，就等吃了啊！行啊，好嘞！哎呀，这真带劲，出来也漂亮啊！哪有这样的馒头啊现在装盘啊，底下为了让它好看，咱们摆上个这叫苏子叶啊，漂亮咔，哎咔，现在呢我就撒点糖粉啊，在家里头要没有糖粉可以撒点白糖啊，都可以，像雪似的啊，像雪花似的啊。嗯，哎呀，哎，倍儿香啊，倍儿香、啊，还是感觉这道菜面包啊，一定要掌握这么几个要点。第一，这个要点呢，就是说先把牛肉馅儿和口蘑炒完了之后晾凉。二呢是二次发酵，这个搁这个调料呢一定要准确，不能太多，多了之后呢它影响发酵。第三呢，炸的时候呢一定要是低油低温炸。关注老影记，每日烟火记，吃甭是啃，甭是啃。